好、哦，这个是有情有义哦。过去经营的地方，他始终是没有忘记哦。那只是说，现在的副手人选，对于蓝莹来讲，是不是觉得可能是有点实质无味的一个角色，或者说对主帅可能没有多大的帮助呢？林涛怎么看？因为你们国民党是有包括什么，可能是游淑惠了哈、哦，他这样的批评。但问题是就在于，那你们侯友谊自己的副手人选又在哪里嘞？ 呃，基本上呢，最后的两天，不好意思，我还是要讲一下堆叠善意哦。<嘿>最后的一扇窗没有关起来，还在等空哦。最后一个三没有关起来。堆叠。可是呢，基本上呢，我觉得就对国民党来说，不管是过去两个月大家看到了各县市的大造势、嗯、组织盘，所有的组织的后援会都在成立。那接下来我们十五个县市的县市长的后援会也都会同步成立。<嘿>所以基本上呢，我们的布局没有因为蓝白而停下来，<嘿>而且最重要的副手说基。 基本上呢，只要在中选会的登记前，<唉>我们都可以上出来。会不会到最后这开天窗啊？呃，绝对不会开天窗。<會>基本上我们对于副手的准备已经有相关的一些了解，了解哦啊、已经准备好了，已经准备所以不是柯文哲了，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希望这几个小时内、啊、准备一个非柯文哲的人选。对啊，而且万到时候等等到最后，万一博单博朗。 哎，为丹伯啦！而且我说真的啦，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柯文哲跟整个台湾民众党最大的伤害就是诚信的问题，因为那个蓝白的合约是柯文哲写下来的，是黄珊珊把他推倒、把他破坏的，所以基本上整个的过程，你可以看到这个谈资，这整个相骂本。 目前看起来，柯文哲可能接下来假设是独立作战的话，我觉得蓝营不见得会会有落实。拿出来没有录音档，没有所谓的录音档。我比较赞成刚才有来宾讲的啦，基本上是幕僚准备各自高画高音质的，我都知道每个拿录音档一个比一个好。就进去本来要录的时候说大家出去，所以你看到桌上那个公布的影片是咖啡跟。 把 A 四的值是没有录音档的，是没有录音笔<是>。来来，舒培，你在台北市嘛？哈、嗯，那这个因为一般外界的这个评估，肖美琴这样的角色对于赖清德的一个帮助互补性啦、啊，哈、嗯，因为我们看到连青中的媒体的标题都是正面表列赖肖配哦。再来，我们看到因为是也算是比较青中青红的黄志贤，他都分析肖美琴都会跟知性独立女性的形象。 对中间选民、年轻人的吸引力怎么看？台北市民对于肖美琴这样的一个担任副手角色，呃，肖美琴到这个美国去担任大使，让台湾能够让全世界上架这一件事情，是所有的人都。 都都非常的震惊，因为这四四五十年来，这个台湾的国际关系最好就是在这个时候，而台北的选民其实就是最关心这个部分的，所以当然对于萧美琴这样子回来的形象是呃就是非常的这个呃振奋的，而且其实他那一天在跟呃赖清德开记者会的时候，其实这两个人讲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个人讲话其实就很不一样哦，赖清德的讲话其实就是呃这个呃很正直，然后很这个热。 情，但肖美琴的讲话是很轻柔的，但是她非常坚定。她的坚定，她告诉大家什么？她告诉大家说，她呃，这个被派去这个美国做外交的时候是轻柔而坚定，而她的这个轻柔而坚定的这样的态度，其实不是只有做大使的时候，包含被那那个蔡英文蔡蔡主席，当时的蔡主席派到花莲去经营监困选举的时候，他一蹲就是蹲十年呢、欸。那蹲十年的时候。 赖清德曾经去帮他辅选，赖清德就曾经在他辅选的场合里面就讲，本来他曾经邀萧美琴回到台南去接他的立委棒子，他拒绝了，嗯、他希望能够监经营艰困的选区，在留在花莲，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呃，蔡赖呃萧美琴有他的这个坚定，而且有他这个吸引人的部分。 但他还是对这块土地有坚持，而且伊姆西酸挺刻着哦，所以他不是一个只有舒适舒适圈。第一个，他不是一个选择舒适圈的人；第二个，他是有接地气的人。他并不像这个很多的学者啊，或者是很多的外交官回来哦，耶洛克科里侬走高空的哦，光鲜亮丽。对，肖美琴不是，肖美琴是有十足选举经验的人，所以允文允武他都可以。所以柯文哲昨天说哈。 赖肖佩不是沙卡猫，看起来很强哦。当然很强。陈文哲这种讲话就都是极度尖酸刻薄的。是，哎，所以他对于萧美琴其实是有认识的。为什么他有认识？因为他在退下这个市长之后，他是两度去了美国。他绝对知道萧美琴在美国的影响力有多大。我今年年终的时候受到这个呃邀请到美国去哦，其实到这个各个州去，你知道吗？ 为过去啊，台湾的大使派驻美国的大使是离不开大使馆，因为波兰没邀请台湾的大使去去做访问，然后都给他被出去。欸、你知道萧美琴是受邀在。 美国的各州跟地方的美国地方的州政府的官员去进行交流，是大家争先恐后的邀请他。除了美国在地的官员之外，在地的政治人物之外，在 D.C. 的时候，在华府的时候，很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嘛，D.C. 很多其他国家的这个大使馆，其他的大使馆也争先恐后要跟萧美琴来联络，借由萧美琴来认识大家，来认识台湾。所以，萧美琴在接任。 大使的这一段时间，其实是累积了非常多全世界的关系呀、啊，嗯嗯、哦，所以当然。 他会觉得这个柯文哲不不敢去开萧美琴的玩笑，因为他知道萧美琴的实力。然后，所以我觉得呃，国民党不要这个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嗯，好，明明自己的副总统都还没有选出来，都还不知道在哪里，还在殷殷期盼看着那个柯骗子柯文哲的时候，你在想说萧美琴是一个所谓的深公怨妇？我觉得这这真的没有办法说服人。而且，你看萧美琴呐。 总统这个呃赖清德昨天那一天开记者会的时候还讲，萧、嗯、美琴有一个特点哦，嗯、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嗯、他说他邀请萧美琴，萧美琴答应之后，他跟他跟这个赖清德副总统讲，我要回来的时间是必须要把 APEC 办完。对，你知道吗？如果他是深宫怨妇，他是殷殷期盼的这个位置的话，一定是哦赖清德该邀请一些尊英玛雄的邓矮啊，嗯、<哼>他没有。他说我的责任是必须把 APEC 办完。 这是重要的一个工作，他把它做完的时候才回来。所以，肖美琴是一个知道分寸、知道进退，也非常知道他时时刻刻的任务在哪里的一个人，绝对不是深宫怨妇。这个可能过去是国民党把副总统都看成是深宫怨妇，但。 台湾的副呃民进党的副总统绝对不是这样的角色。我们看到来新华那新北市府，我们说新北市不要去面对，但问题是侯友义不用面对吗？<是>这個跟侯友义没有关系吗？他长期执政哎，都是国民党执政，然后结果却是放任这些担任民意代表都可以有这种大违建。新北市政府当然要面对，侯友也当然要面对。为什么这样讲？来各位看一下，这个是新北市政府自己发的新闻稿哦。这个新新闻稿上面写什么呢？来。 新北市呢，为了证明说，我自我们新北市对于拆违建这件事情很有一套，所以他说他用无人机巡查助力新北拆违建够力啊，这是他自己写的哦。新闻稿是在两二零一九年的九月十五号的时候，他意思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新北市哦、啊。 你不要想说这个，我们只有靠检举而已。错，我们还有无人机可以出动，主动帮我们巡查违建在哪里。那这时候，中将你就要问一件事情，对，那你新北市政府这么厉害，二零一九年你就编列预算在采购无人机，请问今年是什么时候？今年是二零二三年哦、喔，时隔四年过去，你采购的无人机？ 应该要增加，应该没有减少吧？<对>那应该要增加的话，那我请问你，对于违建的热点，那这些地方你是不是应该去看一看？<对>那你无人机从上面看过去的话，那这些违建你应该一目了然的嘛？所以你看，像这个很明显的，这个就是我们讲说这个张志伦他的这次的违建的状况。<对>那你从由上往下拍，那你应该知道它是违建啊？那是不是你应该要去猜它？你有看到吗？对，没有嘛？新北市政么解释是告诉大家说，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我们没有收到相关的检举等等。嗯 你有没有觉得新北市政府这一句话在哪里也听过、欸？诶对，新北市政府在廖先祥的案子的时候也是讲一模一样的话。对，那我问你哦、喔，这个案子还看起来比较像是透天楼上面的那个违建的部分哦、喔。对<是>。廖先祥的案子是占地高达八百平的大庄园，<是>然后你的无人机看都看不到，嗯、<哼>你的无人机看都看不到。<對>那你当初还发新闻稿说你的无人机可以协助拆违建跟找到违建的地方，<是>但我请问你，以这件事来讲，侯友谊有没有责任？ 当然有责任嘛？请问二零一九年的时候，新北市的市长叫什么名字？侯友谊嘛。对，二零一九年你还是市长嘛？对。所以侯友谊，你看四年的时间，你也没有猜到这些违建，你也没有看到这些违建。然后最后我要讲这个张志伦的状况哦，你要选的是立法委员哎，你怎么可以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来？他有两个时间反应让我觉得有问题。第一，第一时间的反应呢，张志伦出来说。 这是莫须有的指控，对莫须有的指控，连也承认你家有问题要拆，都已经要拆了，怎么叫莫须有指控？第二个，来他的违建的部分，他说了，我们这个违建呢，都是九十八年以前的继承违建了、啊。结果新北市政府自己讲哦，只有三楼是九十八年以前，四楼是九十八年以后，所以很明显的这一件事情，张志伦有说谎的嫌疑在里面嘛？对。所以他同时犯了两件事情，就第一个，你面对真实的问题的时候，你说这叫莫须有；第二个。 明明就是你四楼，就是九十八年以后的新违建，你要说它是九十八年以前的继承违建，<對>这都有说谎的嫌疑在里面。<對>要选立法委员的人，在应对危机的时候，<對>危机管理有问题，對面对媒体询问的时候呢，<對>你连回答的方式都有说谎的嫌疑。<對>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要选立委，你认为一般人要怎么看待呢？哎，对，来林涛，我们看呃，新北这啊、個，无人机。 这个哈、啊、是它有自动回避系统，是不是？所以就看不见，是不是？<laughs> 啊，西美师傅也应该要面对，侯友也不用面对吗？呃，基本上呢，我针对相关的案件持续的一个立场就是依法行政嘛。嗯、那我们看到三楼是确实是继承违建，它可以它爆拆，它不一定是急拆，因为它先爆拆，然后就做派对，是不是？但是四楼它这个高尔夫球场确实是急爆急拆，嗯、那急爆急拆，我看到智伦他马上请这个怪手去把它拆掉嘛，自己拆了，对，其是、嗯、他自己拆嘛，就吴征说。 怎么一天还没拆完？这些铁架怎么拆了一天还没拆完？哎，你以为在玩模拟城市是,是？不是你要给人家时间，人家很有诚意马上拆。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件非常清楚，就是依法行政。而且我觉得同样的标准，过去在几次选举，台中有几个民意代表，民进党的爆发疑似违建的案子，也要同样的拆嘛，八处嘛，对不对？八处大家都知道那是谁嘛？那可不可以用同样的标准来面对违建的事实？我在新北市做了四年。 处理很多的人都是处理违建，他家的违建就是被检举，有的是三四十年就会被检举，那一家都好。 啊，国民党明代容易被用检举，哎、啊，一般的民众都刚好会被检举，嗯、所以是有什么样的特殊的功能吗？是没有特权，是不是,是？就是说，碰到要不然就是有人检举遇到议员就转弯，要不然就是他这个天生的有一个系统，就遇到国民党就会转弯，嗯、国民党的违建全部都看不到。嗯、国国民党廖先生，他家不止占用国有地呢，还有违反水保、欸。哎<對>，以前呢、啊，我在树林的时候。 有一个民众啊，他只是啊，他家啊，为了要整地，因为他那个八十几岁的阿伯啊，他为了要整地，以前都用地头、铁骨骨头，以被啊有了借用机具啊去挖这个土啊，结果就被检举，就被违反水保，马上被警察。 再去整版呢？那廖先生，他家挖了这么大的水坑，难道不用机具进去吗？为什么一般的民众动用机具就会被看到？廖先生，他家的龙华街是不是都是因爸爸这里玩，一这里玩，所以他们全家都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好、哦，再来关心国民党新北市立委参选人张志纶被踢爆。 住家顶楼竟然有违建的高尔夫球场、欸，哎，然后新北市府又说呢，哎、欸，没有接获什么任何的陈情，所以又视而不见吗？来，一川兄，我们看到这个哈所谓的高尔夫球场的违建到底有多夸张，可以想象吗？谁的家里竟然有高尔夫的练习场？哎、欸，这个是台湾史上第一座空中高尔夫球场。我们高尔夫球场有高尔夫球练习场，那都是平面的，这顶是空中。 昨我去的时阵，我早一个球杆讲要去,去開给开门我练习一下，结果讲因为我不是会员，无法参加。然后呢，这个也都全部拆掉了。这个很夸张，这个建筑本来是两层楼的透天，那违建了三楼当住家，违建的四楼，它本来是一个篮球场。 嗯、后来把它改建成为一个高尔夫球场，哦、所以他把高尔夫球场的那个人工草坪拿掉之后，就露出了那个篮球场的那个三分球的那个划、哦、球线，全部都有。而且本来是露天的，可是呢，露天的闹鬼，因为因为这张志伦啊，直这中合啊新北上面篮球协会上面理事长的对，嗯、所以冲起了室内的篮球场，嗯嗯、室内的高尔夫球场。嗯、對这一个新北市政府说，从来都没有人检举啊。 拢无、oh. 人禁忌，交一实际追梦人赶快。好、嗯哦，实际追梦人廖先祥，因霸起一栋庄园，嘛拢无人禁忌。另、嗯、外，嘉义人诶闽侨拢无人禁忌。所以现在、嗯、新北啊出现了三妈宝啊，新北三妈宝。嗯、第一位是戏子追梦人，叫做廖先祥啊，因因一栋个庄园。个综合魔术师张伦。为叫魔术师？他原来两层楼，三层楼、哦、住家。 第四楼是一个高尔夫球场，哦、然后呢，但是它四楼已经拆掉了啊，四楼已经拆掉了，但是三楼还是在，叫做继承的违建嘛啊。嗯嗯、那第三位当然叫做北海正二代，就是洪孟凯，嗯、他们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嗯，你俩公哎，张、欸、这个廖先祥，你老一栋违建？嚯、哦，那是我爸的追梦的故事，干嘛找我啦？问我爸停车场、欸、你为什么经营规划进行停车场？ <laughs> 那是我爸，不是我。每次都问我，不是我，是我爸，都推给爸爸。然后呢，张作霖猛一说：“啊，张作霖，你家怎么上面有一件？那个地主是我爸，不要问我为什么，都要问我，也是爸爸什么事都是问我。嗯、我爸干的事管我什么事？啊、嗯，好，又推给他爸。哦，第二个，<laughs> 可是要选立委是他。洪孟凯，那个，嗯，你爸怎么在中国是什么什么台气脸的副秘书长？嗯、那是我爸干的事，不要问我。嗯 这三个人的特色就是都不要问我，都是我爸，都是我爸。买代志拢是爸爸。哎、欸，可是你们选票也是准，拢讲啊，一人当选，两人服务，三人服务，年轻才俊，父传子，子不传贤，对吧然后就是这样弄的时候就说啊，因为爸爸贵起一家，服务最高做，这道选举，给因囝来做，安尼好不？都拢讲好。 然后，然后呢，就说哎，i 一折音，欸、你把它折回呆滞。我爸做事，你不要误你不要误会，嗯、这就是新北三八八、欸、新北市府，我觉得是不是视而不见呢、啊？因为这么大的东西、哦，哈，十八公尺，我不知道这个规模大到这种程度。而且呢，新北市府的用词很特别哦。他说没有人澄清，可是明明应该是检举啊，却说没有人澄清，这个感觉上是有在故意在闪躲吗？哎、欸，这种一般新北对这类追梦人戏子在开戏。 新北拢不人检举，<嘿>新北其实很少人在检举违建。<嘿>按照新北拆除大队的说，所以你打到新北去用检举违建，你在新北是很少数的。嗯哼，像这厝啥物人，这厝的地主，这这间厝的主人哦，屋主因某<嘿>，新北市议员哦，陈景陈景定啊，哦、就是张志伦因妈妈，系，哦、议员啊，很精议员啊，戏、嗯、子追梦人，廖先祥，廖先祥因爸。 你要先想因爸甲才二民啊，啊，伊即摆二民啊，所以因爸的厝，因嫁做二民啊，即、這个做二民的厝，拢无人登记，对，都不让登记，个个去讲懵，伊讲哦，对，没有人检举，但是他是继承违建，哦，那这个既然是新的违建，那我们就猜我请问你，这附附近的这些住户都不知道那是违建吗？迄、嗯、<哼>大丁晚拍篮球。 近景的拍篮球哦，在那边蹦蹦蹦的时候，旁边的猪户不会有意见吗？这个案子如果不是有人检举，对，有人会知道吗？没有人会知道，那对下卡行去，那去看人的屋顶，生做安怎？对，一定是有人检举嘛。当然新北市政府说没有人检举，不过有没有人检举，新北市政府自己要去承担哦，他用字，而且他一开始是说那是记者说的，他说那个违建是记者说的，哦，然后所以他们去查证，结果去查证的时候发现那。 去工地涨的时候，去二门里，讲没有人开门，叫二靠装潢机匠都要往上拍，咱就去那个新地那个关。